好，我们点了个菜，这几块钱。赵温都卖的话，这一盘怎么也得300。鸭舌自由，这里是一只半的乳鸽。这里20分的白切鸡，我想应该有个一只了吧。老公，我很好奇港式自助。4.8/186，哇，尿酸真的是好低呀、他们家是168一位啊，我们今天三个人，它限量的是扇贝和乳鸽啊，那我们反正就上三份，然后其他的蛋白质基本上点了三份，然后我们觉得上次好吃的，比如说鸡中翅我们点了50份，鸭舌点了50份，白切鸡点了10份，第一个是油爆虾，这边是10份的量，还好吧感觉。开胃菜，来3、2、1。不变了，不变了。油爆虾入成了的菜，你菜就没意思。哎，这个点个一份好了。它是虾干呀。有点浪费我的胃。这个是胡辣汤，它的胡辣汤的料怎么是这样的？这胡辣汤还挺好喝，就是它的加的料有点不正宗。限量的扇贝，来一个，一人一个。我想要一份菜干。这个是虾饺，这个是牛百叶，尝尝。这虾饺好吃啊，我吃了2个了，可以再点了。我把它皮剥开来给大家看，它里面的肉啊是2颗虾仁加了一点点黑胡椒吧，然后加了一点点芹菜，然后吃起来 QQ 的。这个牛百叶我尝一口，我记得不好吃。好，我们点了冷菜，这几份这个鸭舌就放在那边慢慢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鸭舌他们都是自己做的，不得刷去刷去。这鸭舌在温州卖的话，这一盘怎么也得300块吧。要的，就我们这一排鸭舌直接回本。这鸭舌好吃啊，而且它不占肚，可能就是说直接一个鸭舌自由。好吃啊，这肠粉看起来还可以啊，晶莹剔透。总结一句话，没有广州路边8块钱的好吃，这个皮还是太厚啊。下一个是粪爪啊，看粪爪是一份3根手指，来一小口。粪爪无脑点，你看这个粪爪的软糯的程度，哇。这粪爪太好吃了，金钱肚又是荤的啊！来来，金钱肚，各位观众老爷们一起，好吃！你看那个软软的，吃。这里是一只半的乳鸽，它是限量一人半只的，尝一口。这乳鸽绝对不是冻的。这乳鸽它做的味道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它那个皮啊不是很脆的那种，是微微的。哇，你看这个汁水。好吃了，而且完全没腥味啊。青椒牛柳很看是不是半成品的一道菜啊。还可以，它这个姜的味道很重，这牛柳是调理过的。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，哇，得蘸个醋吃。它里面用的那个老油条很棒，这个是烧麦。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的烧麦里面是肉还是糯米的？杭州的烧麦又有肉又有糯米的。这里面是肉，还可以。鲜虾的吧？同样鲜虾，黄虾虾黄饺更好吃。这牛肉丸看起来品质也还行，尝一下。它里面的芹菜点睛之笔，就是那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。广式凤眼饺。凤眼饺啊，尝一下啊。这牛肉球是什么品质？它里面有马蹄了，还可以。整体评价，虾饺皇是最好吃的。你没吃到，给你点一份。一个人吃完了，我也没吃到。是是是，这里20分的白切鸡，我想应该有个一只了吧？我们来一个腿尝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干净饮食，这个是可以吃很多。把它全部怼到一起，简单一点，就这么吃了，这么嫩的。10份杨枝甘露，刀水喝。杨枝甘露来一个。你炸了。好，这一盘你看吃完全部是油，做好的白斩翅给我上了油脂，让我战斗力大打折扣。3份叉烧黄，这个叉烧黄怎么全是肥肉？胖是不是？粉，这太肥了，味道还可以，没有结合物了，它就是糖和油。拉黑，这份千万不要点。10份烧鸭，这边是，哎，这里好像不止10份了，11份吧，他数错了。关到碗面线，比白斩翅好吃。你要记得我们上次来觉得很好吃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点了25份啊，那么来3、2、1。
厉不厉害？厉害，怎么变的？微信转账300块。哦，这个鸡翅和巴斯烤肉两个都好吃，我觉得鸡翅最好吃。我也觉得鸡翅最好吃，而且这个鸡翅真的不能多点，点个30个差不多了。你点个100个就不好吃了，巨香。这个鸡翅比那种各种连锁的我感觉都好吃，是不是那个有点像避风塘那种？嗯，我们已经给它加到最后上了，还是这么好吃。最后一口拉掉。嗯，这个是完全是稳稳第一名。这是我老婆今天更新的笔记啊，明年还来的话按照这个吃了。老婆今天让你失望了，点心吃的有点少，都是蛋白质了。虾饺我都没吃到。哎，这个别忘了啊。今天血糖这么高啊，6.4，尿酸300，尿酸还正常的。